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哎，这个还可以收的，这个这对。哎，我怎么念？我叫芊芊，我是袁千杰的太太啊，我是杨烁的太太。你怎么称呼？我叫黎文，就叫你黎文就黎文嘛。啊，你叫我芊芊就好。好。幸亏我觉得我老公他特别喜欢吃西餐里面小油嘛，然后反正我今天我带了牛排，看一下时间 OK 的话也可以加一个汤，我婆婆特别喜欢吃那个冬阴功，冬阴功。你是哪里人呀？我重庆的。啊，重庆的。对啊。那你应该爱吃火锅呀，我就想做火锅。啊啊、但得买好多菜呀，涮的菜。我不知道买啥。我们家是吃辣吃的疯了，所以等一下我要买很多辣椒，那个是最重要的。哎呀，他们真舒服啊，就只有我出来逛，我还要抬那么多东西，他们在家里面干嘛呢？